代金手开花好结果，此情此后尽财宝，在世上见财宝，只想吃香到老，无烦忧无恼，天天都过人快乐。马干下代播下这聆听，在爸妈处听，谢谢。谢谢，哇，很久来变真热情。哎，对。哎、欸，我过来跟你听听你的歌了以后吼，我觉得你最适合唱那个不正常版的。不正常版。哎、欸，下面是不正常。不正常版的就是类似秀兰玛雅这样子啊。哦、嘿。伊咧唱的歌，伊的喉韵甲别人无同款。嘿。那一般是咪正常唱？对。啊，比如讲你拢唱一条声，啊，比如讲望春风就好啊。嘿。啊，不正常版就是家己改啊。哦。家己改，伊个改，迄个歌词较柔软一点啊。嘿。迄个较不正常版就是讲我无对音咧行。哦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你较适合唱这种歌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哎、啊，你像你秀兰玛雅之前嘛唱几落条，拢伊的歌拢袂歹听。哦嘿。对，啊你今天即摆这条才搁学尔，对无？即摆这条。哎、欸，无啦，足久啊。啊，足久啊。足久啊。但是我是拢听凯云唱较济啊。你我听你唱较少。哦，是、欸、吗？啊，可能你长条我拢无爱唱这条。哦。哈哈哈。无啦无啦。袂啦，啊今日安排歌曲拢真正袂歹，大家小姐拢真用心吼、哦。因为每一个人咧学的歌路拢无同款。每个人学的歌路都不一样。为了我讲，哎呦，我听这个人唱这条歌，感觉真好听，我倒来要来甲学。这个学的，遐很牛的，就是感觉讲，哎，这一首歌不适合我唱，就不唱了。不唱。你敢会安尼？哇！你会感觉学学的，就无想要唱嘛？哎、欸，我这条歌学起来无适合我唱，搁、嗯、有人咧讲，哎、欸，你听无好听咧，安尼咱就搁学别条啊。因为歌曲千千万万条嘛、啊，但是我感觉上届学好的歌曲就是老歌。老歌。嗯，老歌你像那咪什么哦，足久无听到人唱哦，真的很久了。什么？连舞台上，因为现在都是年轻一辈的啊。哦、你若上简单的是什么？妈妈歌星，妈妈请你也播同这种的，拢无人去唱。嘿，哎、欸，我嘛无听过。你讲啥？恁姐姐主题歌。妈妈请你啊。是哦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唔知影。我唔知影。你等下问下这条伊的主题歌。对啊。你甲问看，即马佫会晓唱？应该是会晓。哎、欸，等等，人讲三拍的歌较歹记，其实、哦、其实三拍的歌较好唱呢。是吗？对啊。按个记袂起啊。记袂起。即马拢，即马直接拢记一拍，较简单就对啊。对对对。老歌真正无，迄个较好唱，但是无好学，因为伊有三段的歌词、啊啊。但是老歌吼，伊的情境较好。啊，你像你定咧唱一条《中风高玉港》啊，嘿，伫咧外地嘛，还佫足侪人足爱听的歌啊。啊，即摆就是恁年轻一辈就较袂学遐个歌，即摆若新的歌一出，你就较会想要唱新歌。哎，啊，所以即摆伫咧舞台顶，老歌真正就罕见听人唱，尤其是我们的日本歌曲，因为有足侪进前咱。较早你那恁来讲算前辈啦，一挂前辈姐姐拢已经开始拢退休了，啊，不然就升起来当主持了。所以你现在在外场上要听那个日本歌也是越来越少了。那个本来还有嘟嘟可以唱，豆芽姐可以唱啊，對對對啊，现在拢先给做主持，所以现在外地真的、欸、要学看看啦、啊。我好像背不起来呢。啊，背不起来。啊，伊有诶哦，卡皮库克口沙西苏西索纳尼努内咯。这诶，这就是伊咱诶台湾诶迄个波波摩波感官。五十音五十。啊，不过啊，但是我咧讲，咱就是真正日本人个学无着啊。啊，所以拢一寡骗食骗食，像我较早，即像我较早日本歌四五条骗食骗食，走八阵啊，嘛骗足侪社会诶。啊，拢一拍一拍尔啦，算无专嘛无精啦。啊，但是你像人家拢做爱点歌诶啦，啊，像人。加点歌，咱嘛加加嘛捧场，让人家听啦吼。来，啊，即马上来，继续给他安排什么歌曲？骗食骗食，好啊！来，中风可勇敢，来开的可哟，用动力唱，谢谢。耶！我一条子你的人，心情真轻松。心内叮叮当当，头壳打开是啥人？要记得记得一个人，用心高用力。心内的人，可爱的人，一起来，我们一起，第一个人。谢谢。谢谢新歌动听，老歌使人快乐。
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，干杯，口哟，感谢民众，谢谢。天上白鹤的。